哦，最后一格了，糟了，该选哪一个啊？最后10秒钟了，然后那个人回他，You go。想必大家一定看过《鱿鱼游戏》吧？这个是韩国非常火红的电视剧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啊，一次来挑战6个关卡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个关卡呢，跟之前上一集的关卡不一样，这次有新的关卡了。开始啊！要赢得大奖呢，必须赢得这6关哦，要非常的小心。如果你赢得这6关呢，你就会获得最后的奖金。哦，我们这一关的人超级多哦，我觉得应该有100人吧，人超多的。对，感觉有200还是300人哦，大家都迫不及待了，来啦，倒数啦，三二一。Let's go！哦，这关只有2分钟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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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这个不用加速跑啊，一开始就倒人了。Go go go go！哦，我冲第一个，Go go go go！快快快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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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！哦，有人倒了！Go go go！我怎么被超车了？哦，他的头还是可以转啊，我以为不能转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Go go go！不能输啊！我怎么一直被超车？等一下，这个娃娃好丑哦。哎呦！快快快快快赢快赢快赢！哦耶！我第一关过了。哦，后面还很多人呢、啊。还有人挂了，有人戴口罩哎、欸，这个装扮很好笑。对，有人说他脸长得很奇怪，我看一下，真的还蛮奇怪的，好像有点像是乐高人呢、啊。我前面这个人还带一个碗呢，我看他这怎么上去。哦，哎，旁边这样玩，超故意的。要不要过来啊？还在那边跳舞，耶，过关！我们终于赢得第一场的比赛哦。准备迎接第二关了。好，我们第二关呢是这个碰糖游戏。那这个碰糖游戏呢是要走，用走的方式来完成哦。那这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三角形，我大家一直在跳，你们在跳。欸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不怕，可以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欸，不要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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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怎么觉得我的脚都不听使唤？别推，别推。好，我转一下，我转一下身啊，我转一下身啊，不就是走直线吗？我又没喝醉，可以。哎呦，哦，这个还有直角，哎呦，好可怕啊！哦，快到，我走慢点。哦，哇哦，赢了赢了，第二关超简单的，耶！看一下，目前还剩下29个玩家啊，这关算是超简单吧，应该没有人。被淘汰吧，反正现在我们进行第三个回合啊。这个回合呢是，对，这它是算是第四关哦。第四关的话是要猜这个 marble，然后获得20个弹珠呢就可以获胜。如果你没有弹珠的话呢，你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游戏哦。OK，所以它一开始呢就是不是 Y 就是 X，这个真的是要靠运气了。我先猜 even 好了。结果他是 Odie，然后他 Odie 有5颗弹珠啊，那我现在10颗弹珠就会变成5颗弹珠哦，这关真的是蛮靠运气的，就是 OK 下一关了，下一关我如果再猜错一次5颗的话，我可能就输了吧。OK，我有10秒钟，然后来猜是 Y 或 X，那我来猜 Odie 好了。OK，我获得了5颗弹珠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不然我都以为我这局要输了，还有10秒钟来猜对哦。这次我来猜什么？我来猜 even 好了。我获得4颗弹珠哦。
这个篮子里面有四颗弹珠，还算是蛮容易的。要选哪一个呢？我来还是选 Even 啊？啊，里面就有四颗弹珠啊。那这样子我不就才18颗？我又答对了，真是带赛啊！那到底几颗？里面有三颗弹珠，我刚好21颗弹珠啊，我赢了。然后但是我要等其他队友。好，这第五关呢，就是我们的踩玻璃啦。一边是一般的玻璃，一边是强化玻璃哦，一定会淘汰掉很多人，而且重点是他要在两分钟以内通过这个地方哦。Oh my god！ 来，我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会过这关啊？开始了！哎呦，那个人直接跳过去啊！哇、哦，好猛哦，他好猛哦！我不要跳第一个啊！现在大家都还可以这样子哦。哦，大家都不要跳，我看你们跳好不好？我看你们跳，哈哈哈！有人摔下去了 ，Go go go， 快点跳啊，快点跳 ，Go， 快点啊！我在等你啊！哦，可以，哎呦，好可怕、啊！哎呦，还有人跳下去，OK， 哎、欸。还可以这样跳回来哦，运气好吧？哎、欸，还可以耶，他可以跳回来，是作弊吧？哎，好厉害啊！跳过去要跳回來，哎、欸，有人跳失败了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剩最后一分钟还有两格啊，这怎么跳啊？好难选哦，有人要够吗？赶快啊！你们先走啦！你们先走，快点！倒数40秒了啦！你跳也跳准一点呐！你要自杀也跳准一点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那个人很坏啊！叫他先走，然后他自己不跳。哦，最后一格了，糟了！该选哪一个啊？最后10秒钟了，然后那个人回他 ：“You go！” 剩下2秒钟，先走！被变了啦！GG 啊，我们没办法完成第六关啊，真是有点残念啊。没关系，感谢您的收看。我们这一次呢，虽然说没有完成全部的关卡，但是我们下一次呢一定会完成的。先这样，各位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江江，再见，拜拜。我出的平常，经营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搭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？记录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清楚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能半个人称自己战神，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，可住的点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废他玩的真。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换三个粉。